耶耶噔噔噔噔噔噔，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你多人不够快，新年快乐，祝大家恭喜发财。希望大家刚刚耳朵没有坏掉。我恭喜你发财。不好的都走开了吗？各位，是的，各位，今天是什么日子呢？龙年初四啊，被出事了，各位。不想接。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答应大家，过年要陪大家一起过初四的。我们过年不停更，不停更啊！好赞哦！对啊，但要偷懒。今天的分钟数有点短，看半集，看半集。还是我们就是以后扫墓节啊、中秋全部都看半。那也要刚好我们有上架、哦、对啊，刚好那一天我们就砍半、啊、对啊，因为你知道过年期间上班的薪水是要加倍的，对，但我们没有拿到，对，所以我们就内容减半，只好减时数。一种变动，对对对对，也是变相加薪啦，变相加薪啊，对对对对，很棒很棒，对对对对， OK 好，然后没钱。可以啦，可以，应该会有吧，可以可以可以，应该会有，可以。好，然后呢，这个今天这个半集我们要干嘛呢、嗯、首先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跟两位分享一下、嗯、就我前阵子办了那个新书分享会。好玩吗？好玩耶、欸、我觉得就是很少，因为我们都在网络上做东西，你很少看到实体的人们，活人。对，活人们、然后活人们他们就会来找我签书嘛，然后每、可能大部分都会说哦，我很喜欢写的国际新闻，但就有这么几个、啊、他讲出了一些不太动听的话，讲了更实在的话，他说我都有在听真是抱歉耶。怎么了吗？真是抱歉不也是你的节目吗？对啊，哪里不实在了？不是，他们我希望更多人，对啊，都听。我以后希望拿你的书去签名都要请签宣，对，不要签名笛。到底是谁？他说：“这是抱歉，可以不要签敏迪吗？”对，大家都要这样说。A K A 也不要，A K A 也不要吗？硬要写，硬要写。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就跟我说：“哦，我也有在听啊。”然后甚至就说：“哦，我现在都只听，但是抱歉，没有听敏迪选读、啊。”哦，很棒的选择哎、欸！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要做一些抉择啦。那我觉得你在选择道路上选了一条相对正确的路。恭喜你发财！没有，就迷你选读还是可以睡前听啊，不用助眠。还有不是入睡的时候听，不是姐，我们要有敏迪选读、才能养成，是抱歉、请各位尊重一下我们的金主好吗？这倒是，这倒是，好好好 ，OK OK， 你点破了我们的盲点，对，礼貌应该回来了嘛，要还我了。AK的部分还是可以签，好不好？好，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是真的大家很棒，大家会愿意就是写卡片跟送小礼物给我们、然后我今天就来在这一个新年特辑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票宝们送给我们的东西。这样好，太好了，太棒了。首先我们都还没看过耶，对，一个首先有一位票宝他送给我们一支太阳花，送太阳花，好可爱哦。而且立体耶，立体的啊，它是这个编织的太阳花，会不会太敏感？为什么啊？不会啦，啊，没有啦，国花吗？不，国花是这个吗？中国国花是太阳花，中国国花、真的假的？对啊，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国花不是梅花吗？那是台湾，那是中华民国，你搞错中国了。Okay, okay. 想说国父也是同一个啊，国花应该也差不多吧。等下送给了我们一支这个花朵，好，然后呢，他还有写卡片，应该是这个人的。我来念一下，应该是很多卡片，应该是他啦。他说：“第二轩居桃女 ，OK， 每周都好期待收听 and 收看，真是抱歉。欸”哎，他是又听又看的人啊、哦，谢谢你，谢谢你。他说：“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增添许多乐趣。嗯”好爱你们，未来举办见面会，我一定参加。哎、欸哦，你的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其他人你们要注意了，少一个名额了。哎、欸，对，他应该就是内定的了、哦，可以吗？我们就让他，可以啊，可以啊，他已经先送了我们一朵花，我们就让他先内定。他是在哪里的签书会？他是在台北的吗？高雄的、欸啊，高雄的、哦，怎么办？是他真的要来吗？还是我们换场地？为了他吗？为了他吗？他说
送上向日葵，因为你们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希望你们会喜欢。真的假的？可我本身有点缺乏元气，所以也是给你呀、啊。哦，好好好，人家是希望我们满满元气，不是因为他是中国国花。请大家搞清楚这件事情。好，花语搞错了，花语搞错了。然后中国国花是什么花语啊？谁知道？不知道。奋斗爱祖国吧，可能。然后他说他也是票宝，然后他是呱呱，谢谢呱呱，嗯、谢谢呱呱。好的，呱呱呱呱。好，好亲。好，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卡片，嗯，那因为他是同时写给我，然后也写给真实抱歉的，我就截取中间有关于真实抱歉的那一段。好，他说无论是敏迪选读或真实抱歉，对我思考心理或人生观都让我感受颇多，很感谢居居、唐女以及轩。嗯，透过节目听取你们的想法及经验，让我有所成长。这部分也麻烦敏迪能够把我的感谢传达给另外两位姐姐们，哦、希望两个 podcast 可以持续做下去。By the way，谁是你姐？开玩笑的啦，哎，不可以这样子。没有，都可以叫，都可以叫。哦、我印象，我大概有看过他，我印象中他、嗯、他大概是蛮年轻的，所以他肯定是可以叫我们姐姐的。嗯、没问题，没问题。对，谁叫都可以。你刚刚不是这个姿态的，你妈叫也可以，是不是？我妈妈，我妈叫我姐，可能蛮困扰的吧。但谢谢他、欸，谢谢他啦、嗯、然后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两张卡片跟一个向日葵之外呢，嗯、还有两支影片要播。好、啊，影片。对，好，首先我们先播一个轻松简单的。嗯，你要播给大家听。好，弟弟，这个有话跟你说。就是你真的很美，很美，是你越来越美丽。谢谢，好会说话的人哦。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手足无措？没有，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很懂说话的艺术哎。谁不懂？嗯，你们两位。我们每天也是说你好美，你好美的。对你每次问我们是不是就跟你说你哪一次说不美的？对。我们真的认真生气耶。他真的每一次说姐，我今天好看吗？我们是不是都说好看？我们都说很好看。可是你们都没有在正眼看我，你们都说好看好看，然后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你连抬头看我一下都不愿意，怕被美到了，对，怕被闪到，光芒四射是不是，刺瞎了双眼。好 okay, okay, 好, 好，然后还有第二支影片、嗯、是一位男性，嗯，好，开始了，居居跟陶女听一下这个。就是我有一次听你们那个在讲真实抱歉，就是在讲那个健康检查、嗯、啊，在讲无痛肠镜那个，你们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一个观点，我想跟你们厘清一下，就是做胃镜跟大肠镜中间是不会碰在一起，是分开的。厘清了，谢谢。真的、啊、好失望哦。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啊？什么为什么分？哦，你说其实那到底去哪里了？对，其实我觉得。啊，理论上够长应该碰得到。怎么人家就跟你说不会了，他可能出口就不一样、啊、应该是就是食物上是不会碰到的、嗯、但是理论上能不能碰到呢？对，理论上他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对对对对。我们医生有听过一句话吗？怎么样，叫一根肠子通到底。医生可能觉得他们家不会有人在理我们了，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人留言，好像有人也留言过，对不对？好像有解答过了。医生会不会生气啊、嗯、想说我医学做多少年，医学权威，你这样挑战我，竟然用一句谚语来打我。抱歉。好，厘清了一些。好 okay, okay, 太棒了。对，很感谢这些票宝们，就真的到了现场、嗯、然后跟我说，就他们都有在听我们节目。真的谢谢。对、哦、所以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跟就在实体活动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活动，我们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大方的跟我们说你就是票宝、嗯、好 okay, 所以这一集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先用感恩的心来庆祝这个新年，对，来送走虎年兔年。你刚才数吗？对，我刚才大家等一下，大家刚刚那个要去看 YouTube， 就好像那个沉默怎么到从你手指在里面。哎、欸，那我题外话，啊、你们数是怎么数？数牛虎兔、嗯、哦，你们是这样数法？你不然嘞？我一定要一数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好啰嗦、哦。你们就是手指就好了吗？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好啊，就你最厉害、啊。那狗是十几个？哎、欸，那就很简单，第十一个。哦，第十一个，倒数几次？你从后面算就好了。我没有办法猪那个，我没有办法从猪往前数到数，你可以哦。不是、啊、狗猪，那狗就是倒数第六个啊、哦。没有，所以你看我的方法才是最棒的。你想到十一狗的时候，你就是哦，狗十一个，然后十二猪这样子。哦、可是哦，所以你一说，你其实根本也不用从头开始算了，你已经知道了羊。一虎没有牙，而且我刚刚说一虎没有羊吗？哦，我听成鸭，哪里有鸭啦、啊？好不开心哦！对啊、你说什么？我属鸭，我属鸭。
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在瑞典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伊朗人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们也是有十二生肖的，可是他们没有龙，他们是金鱼。哦，好像有金鱼，哪个金鱼？小只的金鱼还是大只的？大只的哦，是大只的，很大只的那种金鱼。对，哦，哺乳类那个。对，哦，可很特别的是，伊朗它周围的海不多啊，它怎么会选择金鱼这个选项？好特别哦。嗯，蛮特别的。嗯嗯，因为它是属金鱼的，我不知道。好，然后像那个越南的那个兔年。嗯、是猫年猫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十二生肖应该就是那个十二黄道带的类似诞生吧，是不是有可能？就十二这个数字，可能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传说。对，好的，对，因为十二是个就是大家有共识的数字。在讲什么？对，什么共识？怎样？没题外话。对啊，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在看某个节目，然后看一看就突然想说，嗯，全世界人类都吃淀粉当主食，哎、欸，我觉得好神奇哦。淀粉才会饱啊。可是不管是哪里的人，取得比较容易，对，就是好重。对，然后不管哪里的人，然后吃什么食物，到最后他都是用淀粉当成他的主食，哎、欸，好神奇哦。嗯嗯，那就是关系到我们的那个上古时代的人类怎么，因为就是肉比较难种啊，你要付出更多的能源。OK， 请问肉怎么种？养了，就是你要先种食物给他们吃。哦，对啊，这个 process 比较长一点。对对对，那可把你的小孩拿去给他吃啊，喂养。对啊，喂养他。小孩比较难生吧？好，也是也是也是。好的，我们不要再大过年的吵架，各位。对，过年不能吵架。好，那我们这一集除了感谢这些票宝们之外呢，我们这集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过承诺？你为什么想要给我用这种语气讲话？我觉得我们今天给的承诺有点太多。对啊，太多了耶。我们是不是说好了？因为你们两位，你二位的个人目标太少。不是，我跟你讲哦，大家如果是明眼人的话，对，请你们回去看那一则 IG 贴文。我的明明就是被列最多目标的，然后我还要被征稿，就是大家要给我什么目标？欸，所以你知道，其实大家是心里是对你来说是宽容的，就是我们那一为什么？没有，我跟你讲，我提一个意见了，要不要你一起？什么一起？选一起，选一起。好啊，好，没问题啊。好，好就在那一则的 IG 的贴文里面，大家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桃女就是最过分的那一个，对，只有一条，对，然后我就是完全被拖下水的那一个，对，不是，我就是有好好在考虑说我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我们就没有吗姐，你们就是没有好好考虑清楚啊，还在说我们，难道我不是被赶鸭子硬上架吗？啊，我属鸭吗？就只有我属鸭。好适合你哦，这个生肖，以后就换这个了。好, 好，谢谢。好 ，OK， 那我们拉回来，就是那一天，我们真的就是有在 IG 行动上面征稿，然后呢，哎，很多人投稿，然后我觉得这些内容都很棒，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止一个人拿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可以多着使用。我跟你讲，我们应该要齐头是平等。我们要拉到齐平，你说那我就不用选啦、啊哦？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说，因为我们两个东西都一样多了啊，不一样，我比你多一条啊。那好，我就再选一条，然后桃女要选几条？四条，四条吧。好、啊，没有了，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思量思量。好好好好，一人挑一个。哎，想要看我们滑雪？滑雪我可以，这个我也可以，因为我已经要去了。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啊。对，我们各自滑可以吗？不行，我觉得我今年已经出国排好了。我也差不多排好，我好像也是哎、欸。对啊，那我就摆在明年好了。好啊，明年啊，明年好，明年滑雪。好，再来有一个101登高，这个我很棒，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我确切没有办法，彻底。这个101登高我不行哎、欸。对，一种桃女，一种你，因为你爬山哦。对，而且我为了爬山做训练、我就是每一天都从去爬101，不是。管理员说：“小姐，我们下班的距离爬到我家那个我公司，地下室爬你公司自己八楼、哦，每天爬八楼，所以你现在已经爬八楼不会累了吗？还是会累啊？可是会越爬越快哦，就是你可以控制。对，一开始会想说好累哦，爬到六楼就觉得做不到了，现在已经不会了，所以真的是可以训练的，可以，可以，可以。”好，但我们不要这个目标。啊、没有他可以加进去。哦，我们今年要看到他爬101登高赛。哎、而且101登高报名费蛮高的、哦。真的吗？那我们要在哪里帮你加油？我们是可以在我们在101楼帮你加油。对啊，你们要在101楼帮我加油。哎、欸，可以吗？101楼，我想是那根避雷针吧。
对，好像是爬到八十几楼，还爬到几楼，就是没有真的。对啊，不会真的到101楼啦，因为它那个是整个楼的高度啊。好，然后听说十几分钟就可以爬完了。好，反正如果我们可以在顶楼的话，我们就在顶楼等你。对，好，如果不行，我们就在一楼等你。好，那我选好了。或是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再给你鼓励。好，所以桃女目前为止就已经有一个了。好，这可以。好，再来。好，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什么？一起练习性感自拍。做不到。怎么不是？我觉得要看定义什么是性感自拍啊。没有没有，他的重点只在练习。哦，练，所以我自己在家对镜子练就好。不用成果发表，是不是？那就好，那就好。所以可以，这个 Amy 的解读很棒哎、欸。你到底有没有做到死无对证？是不是？就可以拍张超丑的成果。我试过了。好，这个也可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做了。好好好。再来哦，我觉得这个很棒。嗯，就是桃女要有一集的 Podcast 当主 key。哦，我觉得可以、欸。这一集很棒，我们已经想好了。比较怕偏难听了。对呀、啊。那一集我们要在就是标题或者是在节目资讯栏渗入，然后和先续名，和先续名。这集桃女主 key， 害怕者勿听。不会，可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对你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喜欢呢、欸，非常喜爱。对啊，嗯，我觉得很棒，而且那一天谢谢大家不嫌弃了。而且我自己又回去听那个我们在讲选后那一集的时候，我还是被你那个亲民党跟民众党的共同性给笑到，黄珊珊。我真的是要被气死了，还是好喜欢啊！打断您了，不好意思。好的，还有什么？好，那你自己挑一个、啊。哎、欸，我觉得刮痧还不错。哦，对，有两个人讲刮痧吧、嗯。哦，这个我也想要去。嗯，而且这其中有一个人是说，我们刮痧完之后要分享我们刮痧后的照片，对，分享痧图、哦。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集节目、欸，哎，你就说我们就裸着三个人裸着背，然后录音吗？可是我的背部很肉哎、欸，啊就是、好看吗？就是给照片就好了吧。哦、照片也是很肉啊，像人类图那样可以修图啊。好、哦哦、好，修图修图。对啊，所以我 IG 会有一则贴文是三个人的背，裸背这样子。或是我可以用黑白的，就不用那么赤裸。哦，可以耶、哦。可是沙图其实你要看它深浅 哦、啊。但黑白其实也看得出深浅哦對對。好啊，或是可以卡通化。哦、不行，那怎么看得清楚？沙图可以卡通化吗？不知道、欸，就是不要那个线条那么明显，像素化这样子，对啊，哦，好像可以哈，可以可以可以，有点打码的效果。可是我不太确定说，那我们是要在什么状态下去刮痧会是最好的？比如说吃完炸物之后，没有，你就是一般的身体去刮痧，你不可以比如说特别劳累或者什么，你要刻意创造不好看的痧图吗？哦，我不知道其实怎么样会不好看，还是沙土根本不是你一天之内会改变的。对，应该不是一天之内会改变、嗯、应该就是什么什么肾不好啦，肝不好那种。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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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或是你的肌肉哪里拉伤，是内部的伤啊什么的。哦，好啊，那是不是现在都会有很多很有名的那种刮痧老师啊？我不知道，我们又要找欸。有一个也是短头发的女生的刮痧师傅，是不是很难排啊？好像我帮九妹刮过痧、哦、啊，有了，那我知道了。对，但我忘记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好，那我来问看九妹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去来刮痧。好害怕，对。刮痧会很痛吗？你没刮过吗？我觉得会耶、欸。我觉得会。我觉得看人家的反应都非常的痛，嗯，而且非常的害怕。我知道一件事情，所以一直让我不想要去刮痧，就是刮痧完之后，好像三天还是七天内不可以喝冷饮。哦，真的吗？哦，伤害很大哎、欸，那可能没有办法。想办法，没有冬天去。冬天我也喝冷饮、啊。我们现在冬天我们也在喝冷饮、啊，你可以喝去冰啊。哦，去冰就不是冷饮哦，凉饮。好好好 ，OK OK， 要这么叛逆的对。这么钻牛角尖，对啊，秀康秀邦的，就想大家知道平常为什么桃女都会找人家吵架，他就是这种钻牛角尖的方式。好。这个尝试一种一直没有勇气去吃的食物，这根本就是针对我吧？是啊，因为我想不到我什么不吃哎、欸，我应该就是不吃，啊、我不吃生蚝，哦、对虫类的哦，你们敢吗？虫类哦，越南吃得到吗？可以哦，我觉得应该可以，可以、哦。可是虫类谁都不敢吃吧？我想越南有一个东西，我们或许可以尝试鸭那个鸭仔蛋，我不要，不要，我没办法，鸭仔蛋我真的不行，鸭仔蛋我真的不行。你这样连续耶，我也不行哎、欸。蚱蜢我还可以，蚱蜢我也还可以。好啦，昆虫类的可以，昆虫类我勉强还可以。嗯，好，对，
这个我们没有答应，对，考虑考虑啊。讲完之后决定拒绝。欸，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我们练 K-pop？ 对，好多哦。我觉得蛮适合你们的啊。什么叫你们？你们是什么意思？对啊，就我们三个啊。好啊，你在那边撇清什么？okay， 而且轩以前是热舞社，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对，但就是干嘛？他不是走女团风的了？对啊，对啦，好，我们试试看好了。可是有人说要 K-pop 女团舞，哎，也就女团啊，不然我们要学什么？好啊，女团啊，女团舞吗？挑帅的女团。他们有现在有那种课程，应该可以去上一支舞。需要吗？哦，可以啊。哦，好，又要上课。还是问越南舞老师会不会跳舞啊？越南舞老师会 K-pop， 越南舞是想跳舞。他到底要教我们多少东西？之前还有人私讯我说，叫我去找那个就是会运动健身练很壮的越南文老师。太多了，他说你就可以又运动，然后又学越南文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个人还要会跳 K-pop， 好划算。好，再来一个说叫我们去上空中瑜伽。这我也可以，欸，空中瑜伽哦，我好期待看Gigi做。为什么？因为觉得一定很棒很美。你是想取笑我？没有，空中瑜伽上的好要有什么先决条件？核心哦，你应该要很核心。我很久没运动了。你哎，等一下，停，我们停在这边，请问一下，我们三个的每周两运动有没有人在做？我目前还没有达标，欸，我先承认。嗯，我也承认没有，目前还没有达标。其实我都有。你都有吗？我都有在运动，而且一周两次。看不出来。好，下一个。要气死。好，再来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好难，可是我觉得你做得到。哈，一个是每个月读一本书，一年十二本。欸，其实你以前有在做这件事啊。有。对，可是其实这两年好难哦，因为我都会想要读很难的书，然后就会立刻放弃。哦，那如果用听的呢？听我有试过，但我觉得我会分心，因为听 而且听的时间已经要分配给一些 podcast 了。但我觉得书，我后来意识到有些书其实可以很快看完。嗯，有一些很轻松的书，要不然可以啊。但如果这个要有的话，就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哦。好，下一个。姐，你多久没有读书了？我先坦白说，我上次有分享那个新诗嘛，在我的限动上面我分享新诗，那是我真的很久违的打开我的电子书。嗯，对，然后就是不当世界的局外人。怎么样？我那天在整理家里的时候想说，欸，他怎么一直在我电视柜，然后就把他收进去柜子里。抱歉了，我一定会找时间读的。I promise you. No. I promise you. Don't have to. 好，去越南的飞机上我带着看。不要，姐尴尬。为什么尴尬？为什么尴尬？不知道，就觉得要不然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你们旁边，然后我播 podcast 给我的 podcast 给你们听。那个不一样，不一样啊！我上次跟我朋友出去，他就在车上播《真是抱歉》，那你就尴尬。我就说，欸，你们听得出来这边有断点吗？我就跟他分享，就是比较私下的事情。不要啦，你要让他安静听啊！我觉得在车上播 podcast 其实有点尴尬。哦，对，我觉得他可以只要自己一个人听。还是你帮我导读啊？你是作者，你可以帮我导读吗？姐。自己读好，OK。他是每个月自己读一本书，不是每个月帮你导读一本书。好，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一定办不到，所以这个我要念出来拒绝他。OK， 减少吃垃圾食物或是减糖，好拒绝，好拒绝。减糖可以啦，我们现在喝饮料就是会微糖，啊，無糖，我现在都无糖，欸，对，我也是无糖，对啊，所以我们已经达到减糖了。对，那你看垃圾食物，那你要减代糖。对，我觉得你要减代糖，因为我觉得你有点依赖代糖，欸。嗯，真的吗？嗯，真的。我没有依赖吧，我只是想喝。你他才是钻牛角尖的，用一些。对，因为一般糖跟代糖，他宁愿选代糖，欸。哎，要是我就选一般糖，但是减量。哦，对对对对，拒绝。好，那我要念桃女的。好好好，他说想到桃女的新年目标，每周录音想一下那周遇到的好笑事情，哦，不然感觉桃女对好多事都无感。不会，我觉得很好笑啊，好笑我就会当下笑，然后我就忘记。不是要你跟我们分享一件你的事情，所以你要做一件事，哦，我的好笑的事情。对对对，就是你遇到好笑的事，不一定是你本身好笑。OK，嗯，对，你就要赶快打开记事本，然后把它记下来。好，什么奇怪的要求啊？还是请你同事一直在旁边侧录你哦，oh ，可以吗？桃女的同事有听到吗？你的同事在听吗？有啊，有啊，哦，很好。就我现在有四五个在，应该有四五个在听，四五个在听了，嗯，贡献良多，欸。那天我回去他尾牙吗？对，
他同事还想，那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吗？这样子哦，跟你一起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哎、欸，那天尾牙桃女抽到什么？最小奖。现金的部分，现金是最小奖。他们公司还蛮大方的，哦、对，就是最小奖的现金都还蛮高的，就是有万嘛，嗯、对，有超过万，嗯，对。然后他的礼物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体积最大奖，体积最大奖是什么？然后我们福伟他有在听，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用心挑选的耶，但是我一直在面前说我不想抽这个，对，是什么、啊？到底？它是一个那种露营用的推车，然后它可以上楼梯，因为它有八个轮子。那种折叠箱打开很大，然后它是可以拉杆的那种、现在很多家长都会用来拖小孩，那很棒啊！对对对对对，送你。但他大骂脏话，抽到他大骂脏话。我隔壁桌的就说你刚他骂超大声哎、欸。而且因为我们结束之后，他就出去，然后跟他同事就抱怨那礼物很烂，我觉得今年礼物都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哎、欸，他是福伟，他就说抱歉，我觉得今年真的很棒。人缘应该很差吧？你？对啊，难怪人品不好才会抽到那个你最不想要的奖。好啦，再来还有什么？哦，有一个帮我说话的、嗯，怎么了？我也在看这个。啊，你知道我要说哪一个哦？可是我明明就有回。好，桃女的新年目标，回复 GG 的群组 LINE 讯息，五次回三次应该不过分，请对 GG 好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比较针对徐。对，我才来讲说我不讲话就可以逃过这一劫。对，我跟你讲，因为爱的收藏还在嘛，爱的群组还在。但是呢，爱的收藏就是轩还是比较少回复。然后上次我就分享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好难得就立刻看到了，嗯、然后就转贴到他的现实动态，对，然后也没有回我任何的东西，这个就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而且我就主动说姐看到就分享是不是？好东西就分享呀，很棒的吧？哎，要说谢谢，这就跟那个记者不跟你说。哦，直接截图什么的有什么不一样？嗯，他主动与我分享的，我没有主动给记者。回不了了吧？耶、yeah! ，胜利！不是吧？不是、欸，啊、不是我是对你这种无耻的态度感觉到，而且我妈无耻、欸，无话可说。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你现在是 guilty 还是怎么样吗？记好久。好，下一个。他说想了很久，要设计实用的真实抱歉周边商品吗？我会买。笑脸，笑脸。啊、哦，很棒哎、欸，做商品哦。我们要做什么？要实用的耶，内裤。太实用了吧你要你的脸贴在他屁股上吗？热脸贴冷屁股好像不错，冬天可以穿、欸、好像我们爱的收藏的群组哦。内裤应该可以吧，弄那种团服不知道有没有做内裤哦，团服吗？对啊，可爱 T 恤。对啊，可爱 T 恤、啊、然后三个脸这样子可以耶，但是是那种卡通化的，不是真的我们的照片的脸的CMYK 印的，不是不是CMYK 不可以吗？我觉得一定很棒。可以啊，我记得那天谁有讲到过一个是扇子，是不是？哦，我讲的、嗯、我觉得扇子蛮好笑的、欸、扇子很棒、啊、扇子还不错、啊、扇子还不错，而且那个一定都是那种印刷厂就可以做的。对啊，哎、欸，你是要做那一种就是选举那种印扇，还是你要做折叠扇可以这样刷然后打开还是三张？我想象的是选举那种，就是圆扇啊。对 啊我想象的也是选举那种，选举那个圆扇，就是还可以烤肉的时候可以拿来扇风的那一种、欸哦、OK OK OK， 会不会我们拿天脸就烧起来也是灰头土脸。好，那我们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好的，然后还有很多人许愿，那我们通常就是不讲，就是因为办不到。对，不可以让大家食髓知味，开玩笑的啦。啊，谢谢大家，就是投稿的很踊跃啊、嗯嗯。那在这个新的一年，祝各位啊，这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龙马精神，龙马精神。我们已经连续两个礼拜要祝大家龙马精神。就我上次讲的那个啊，哪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哪一个？你看讲哪个？就是龙耀鱼门。对，龙耀鱼门、啊。因为你知道有木须龙，然后有那种金鱼，我们刚刚提到的金鱼、啊，这样是不是就合理了？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新年快乐。